See you next. Go, go. Oh, yeah. Wow. 这跟我们印象中十年前的冲绳好不一样哦，整个都盖起来了耶。欸，我们要离开机场了呢，终于。哦，冲绳 Okinawa。我觉得我不要用 QR code， 以后都还是用纸本好了，比较不环保，就逃离逃离了那个两岸的危机。哇，发射 missile 呢？哦，很恐怖哎。搞不好回不去投票。哎，不能乱讲。啊，这里出来也是改得好漂亮哦！十年前的冲绳不是长这样子的哇 ！Okinawa 这里真的变超多的，你是第一次来到 Okinawa， 对，我第一次啊。旅程的感想结论是什么？就是我想要吃东西哦，还没开始哎。好，我们想办法去超市买东西吃了。你说你想要从台湾买盐过来冲绳，为什么？因为网络上有人这样说。如果你带一小包盐来，这样子你就不用特地在这里买一大包了。什么傻话？冲绳的名产就是盐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子啊。对啊，还有那个什么雪盐啊，什么盐的，很酷。对，所以一定要买盐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哎，那所以买盐不是没用的。哦。除了可以煮牛排用，还有。哎。是录影哦。对啊，录一下。Oreo。对啊，应该吧，其实我也没查。Rail 就是应该就是 Railway 啊，对啊，在东京买的卡片可以用在这边哦，冲绳是可以用的。终于走在冲绳的街头啦，现在前往超级市场 Supermarket 去买晚上要吃的东西。吐槽皇皇太后，皇皇太后，皇皇太后。耶。Yeah.到冲绳就一定要喝这个 Oreo， 也可乐嘞，啤酒可乐，冲绳一定要喝这个，干杯，红麒麟嘞，喝，哎呦靠，流出来，好老哦，很老的味道，嗯，红麒麟很老啊，很老，我也想要，超级老，喝有多老。我这里很好喝哎，一直抢镜。你知道那个，很像是那个叫什么？石敢当哎，怎么会有石敢当啊？什么东西？怎么在冲绳会有石敢当？哦，草莓小精灵哦，他是教大家交通安全啦。对啊。哦。哇哦 ，Okinawa。发生什么事？紧急事件！他讲什么我听不懂哎。可是他们好像都会，就是广播，跟你讲他干嘛，请你让开，让一下什么之类的。哇哦，这个 supermarket 好可爱呢！一个小时时间可以逛，快快快！超市买东西回去煮。公司野市场，哇、wow, 超酷的！你看幼儿园吧，感觉很好吃哎、欸。wasabi， 这是什么？草莓丝哎，蒜头。这是 wasabi。果然是公司野之都啊！我买了一堆乌龟博的酒啊，回去准备开箱啦。哇！哥拖行李都来问嘞、欸。我拖着行李一路在一直问我要不要进去玩什么的。这个是喽。我开了。哎、欸。嗯，怎么了吗？怎么那么像是公寓、啊？哦，对啊，是啊，很像公寓哎、欸，这根本就是日本日剧里面的公寓。对啊，我也感觉很像哎、欸，很像那种日本的恐怖片啊，还是恐怖游戏里面常见的场景哎、欸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ただいま。好棒哦，欸、感觉很赞。哇，厨房。而且闻到一股。和牛的牛油味，为什么会有和牛味啊？我觉得它这个城市，我是觉得这城市都在煮牛，这个城市就是一股烧烤味啊，烧味。哦，好，准备船后聊呀。人疯了，来到冲绳，土耳其，来，我差点讲土耳其，来到冲绳就是要喝那个啦，Oreo。今天喝的糖纸 Zero Life 哦，来一下， yeah. 好。
好赞赞。哎、啊欸，靠北啊！就是来这里，就是来吃东西。哇、啊，喝。就是走哎、欸，南希啦。南希没有人要看眼。林汤子，林汤子的，都那个，那个，哪一个？你不能带过去的、啊，观众都在后面。哦，这是我舞台。好啦，林汤子。敷衍。我是觉得很清爽啊，清爽又简单。哎、欸，我发现这个啤酒啊，它不同都在后面，尾、嗯、韵不一样。对，尾韵不一样。刚才前面其实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它喝起来那个气泡感跟那个麦味，麦的味道会再少一点。对对对对，就麦苦味。没有刚才那种麦的那种。我刚才喝那个红旗，真的太苦。对对对。哦。我超扯了。我们是疯了吗？每一支都不一样哦。我们是疯了吗？每一支都不一样哦。这是酒鬼频道啊！这一个就是你很爱，很爱。对，你看一下，爆干干。不行，你赶快先去，我们现在在忙。对啊。没有奇怪。每个人都有事要做啊。你不要觉得我们在下指令，我们是为了大家好。我爱你。嗯，说得好。疯了吗？朱正也真的太棒了。刚有电话，我都有录啊。哦，视讯的时候。好啊，你想要讲超干净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好想泡澡哦。啊，我没有买到沐浴剂。啊，没关系，明天也是可以泡，反正住这里住三天。好，爽。买了这个，我要吃哦。是吧？哎，那个博宇买的。哦，是博宇买的。哇哦。哦，我们在煮什么？哇，第一次在日本煮东西。酷毙了！我是第一次在这边。啊，好快乐哦。这个要分类吗？香料要，塑胶跟那个可能要分开。哇，还是很好手的。那不热啊，它不是大火。有啊。对。哎，大家看多久？在生气了。啊，吃不到东西很怒呢。对，你好晕啊。在生气嘞。哎。63块台币。63块台币会不会太扯？太扯了，这什么价格？平常只能吃到2片吧。对，好，我们吃吃看。我刚刚还加了那个冲绳啤酒下去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还是用手机拍比较好看的，刚刚GoPro拍超丑的。真的，手机拍比较好看。嗯，哎呀，哦，哎呦，很有弹性又很香哎，海产的鲜味跟 Q 度。我觉得还不错哎、欸，谈交通哎、欸，对啊，谈交通。交通这个东西到底是多美呀、啊？那不然就是我们出多一点，多吃少一点，出少一点。喂，它肉比较烂。哦，它属于没有嚼劲那种哎、欸。可是是新鲜的，只是它的肉质就是因为太细、这两个都一样，这两个肉质一样，我觉得吃起来是一样，是软软那种。好吃哎、欸！哇，大厨，好吃哎、欸！这瓶酒打开会瞬间负960度哎、欸，真的哎，这个味道很赞。鲜哎、欸！哦，它还会跳舞哎、欸！耶耶耶耶耶！耶耶耶耶耶我们现在在倒背的套圣，倒背套圣，哎，一级，你知道，冲绳一定要喝套圣啊，第一位不，蛮香的，抱歉了，还没，哎，很顺哎，很香，很像，我觉得有点像酒心的感觉，那种清爽感，蛮赞的，香香顺顺的。可酒精感还是有了，你这个是吗？看起来像水的东西。对啊，宝贝啊，稻草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配这个生鱼片蛮搭的，很搭哎、欸。哦，是不是饼干味道、啊？强化版的清酒。啊，有。嗯，酒精浓度比较强一点。我会叫我先喝了再吃这个，没有味道。嗯，明白。清爽感。清爽感，对。赞，好，可以一吃再吃。好，可以。一吃再吃，一喝再喝。嗯。好啦，你还是拍啊、喔。觉得很好吃哎、欸，会不会很像那沙丁鱼呢？就是沙丁鱼啊！哦，我吃看看，生腌沙丁鱼。哎呦，姜的味道，
可是它不是真正像沙丁鱼那么细致哎，它比较有嚼劲那种。这个面包超嫩的哎，每天晚上就开箱这个、哦。每天那么嫩，我干超嫩的哎。哇，我吃一小块就好了。啊、这是鱼。啊，你们吃到鱼了，这好嫩哦，怎么那么好吃？哦，很嫩哦。好嫩哦。喂，怎么掉了？喂。怎么可能是云？你试试看是不是云？嗯，怎么有翻垃圾哎、欸？捡垃圾啊！因为我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吗？对啊，这个没错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各位，这个很好吃啦！日本的电梯，哎、欸，警察局前面都会有一个红红的灯，是为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哦，草莓。日本，他用北海道，北海道产的草莓。日本发明、啊。哦，北海道鲜奶。啊，你要拍一集秀的吗？发明什么东西的？啊、等一下，感想是什么？哦，好吃啊。好吃，可是好像不适合放在一起。怎么？哦，是哦，怪怪。哦，就是一个档次差距太大，所以不融合。就不会打呼。现在用嘴巴打呼，所以才。现在是几点啊？3点多，凌晨3点多不睡觉还是在那？对啊，哇，在日本也看得到我的频道哎、欸，欢迎订阅哦。就网络哈，什么鬼？不要讲出来。